destroying cars, cold and relentless, with arms outstretched. No boat, no bridge. No crucifix can hold it back. Can you see how much space there is left to put back?第二代异动冷态加速零到一百公里以及一百公里到零减速制动测试，准备开始。OK， 那么第一次的这个加速以及减速制动测试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车辆目前零到六十公里是六秒九，零到一百公里十六点三秒，零到一百公里到零十九点八秒，最大尾速一百零一点七，三十到五十公里加速两秒六，五十到七十公里加速三秒一，峰值 G 是零点六个 G， 启动瞬间用了零点六秒，从七十公里加速开始的时候。时间上面的这种容错比较大，可以看到七十公里是八秒五，八十公里十秒三，九十公里是三秒五，零到一百公里是六点三秒，是六点三秒，启动瞬间零点六秒。制动部分，六十公里到零一秒六，十三点五米的制动距离，冷态测试啊，平均这值一个 G， 峰值这值一点一个 G， 一百公里到零两秒八，制动距离四十一点二米，峰值这值一点一个 G， 平均这值一点零。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它的热态加速测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今天的主题测试车型长安的第二代异动呢，已经完成了零到一百公里的加速热态测试。我们先来看一下地表温度。今天的地表环境温度不高啊，十四点二摄氏度，可以看到最高温十四点二摄氏度。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制动部分的一个表现。那么在当前状态下，前悬部分的温度相对较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左前悬。最高温度一百二十六点七摄氏度，我们来看右前悬，右前悬温度几乎是很接近的一个状态，一百二十九点三摄氏度啊，
左右差个不到3度，我们把这个温度释放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右后悬架这边的刹车温度，前盘后盘之间的这个温差还是蛮大的啊，可以看得到右后悬 41.6 摄氏度。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悬架左后悬，左后悬最高温50.7摄氏度 OK。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一台车型前盘和后盘之间的这种刹车的制动力的复合分布还是以前部较重后部较轻，同时左右两个部分的悬架这一块整体的这个差异呢并不大，这也就是说这台车型在完整的刹车过程当中两侧部分的这个制动力差异也不是很大，所以就这一点来讲制动的时候还是蛮放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车的数据，可以看到的是这是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部分啊，我来给大家回到之前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这次热态测试下我尽了全力之后在这个稍微带有一点坡道的路况下面呢测试出来的这个车辆的0到100公里加速，0到60公里这个加速的时间用了6秒5，0到100公里加速的时间用的是15秒9，0到100到0也就是加速到制动之后的完整过程19.5秒结束，最大尾速101.4。我们来看加速部分二，30到50公里的加速区间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2.2秒的这个成绩也是大多数车型的一个中等水平。而作为50到70公里的加速区间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再到70公里之后啊它用了3秒5的尾速，所以从这一点上去讲的话这个时间上面可能会有问题。我们接着往后看，这是整体的加速图表，0到10公里的启动瞬间在热态测试当中呢用了0.6秒，而20公里、30公里、40公里、50公里一直到60公里的加速呢，我们认为这一台车型用1.6升的发动机来讲的话算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从70公里到80公里以及90公里也就是3档的这个时间段来讲的话它就不是很好了。2档的时候这个车型由于本身是一个舒适比的设定，它可以让车辆整个这个速度啊推到接近80公里每小时，但从80到100的时间你必须要用3档推，而3档的齿比呢设定还是要更舒一点，所以你会看到70公里到80公里这边用了接近1秒8，80公里到90公里、90公里到100公里这一边几乎每一个差距都是在2秒钟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讲的话三档尾段这个部分的加速齿比如果能够调得密一点的话，相信在我们现有的动力状态下会对于这个车辆有不错的一个动力上的帮助。同时这个车型在整完整的这个加速过程当中啊，我们如果要是想要做到比较好的一种加速效果的话，一定要将车辆这边的整体的转速拉到5500转左右才能够去放离合起步，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不发生我们说较大的一些在尽全力加速时候的一些发生的档位之间的顿挫，才能够避免这个问题。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车辆在制动部分的状态，当然在完整的加速当中由于本身这个坡度呢稍微有一些，所以加速部分的时间你可以看到最快是12.6秒，那结合我们刚才做到这个最快的成绩来讲的话它的完整的这个加速时间也就是在14秒左右，所以从这个时间上去讲的话也符合我们说这个排量的车型和咱们说市面当中大多数的竞品车型所能够达到的一个基础数据基本上是一致的。制动部分60公里到0在热态测试下的制动部分1秒9的制动时间距离是14.6米，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讲的话如果这一侧部分啊也就是前半段60公里到0的减速制动距离能够把它缩减到13米多，那我相信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而受制于今天的环境温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到了多次制动之后啊轮胎的胎温才提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100公里到0的减速制动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39.7米，而且比起之前冷胎测试下这个轮胎的附着力呢有了明显的提高，所以这套轮胎其实实际上非常适合于我们说在春夏秋这三个季节行驶使用，那冬季的话不建议使用，还是要建议更换雪地胎。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有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些特性，那档位之间的落差是比较大的，在加速过程当中呢你需要把这个车型的发动机的转速维持在4000转到5000转之间，你才能够获得一个相对较好的扭矩输出，但是有了相对较好的扭矩输出并不代表这个车型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所以手动挡的车型它这个每一个档位齿轮比之间的这种差距和落差啊，还是造成了我们说这个车辆第一加速偏慢，第二整体的这个加速上的这种衔接反应不是很好的原因所在，如果这两点能够做很好的修正的话，我想这一台车型从动力上面来讲我们就会非常满意，而且它应该也在那个时候呢就会具备了我们说跟
同行业、同级别车型去竞品竞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该车绕桩部分的操控性测试。OK， 那么就在刚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有关于该车的四次60公里时速下的绕桩测试，前两次呢是激活 ESP， 后两次呢则为关闭 ESP。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车是能够完全关闭 ESP 的，无论是我们在加速过程当中，还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绕桩过程当中呢， ESP 均可以正常关闭啊，而且是你需要再手动激活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请大家注意安全，这是第一。第二是在刚才的测试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车型在开过来的路上啊，我们一直以为说这个车是一个以舒适调教取胜的或者这么一台车型吧，它的主体风格是这样，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我们测试场地之后呢，上了场之后，这个车型在侧方这边的支撑表现非常好，而且尾部这边的循迹这边的保持做得也非常不错。那除了我们说在绕桩的第一个瞬间进入第一个桩桶的时候呢，它的尾部会稍微有些轻微的摆动之外，之后完整的这个绕桩，包括像我将车速提到了接近70公里每小时的绕桩，尤其是关闭 ESP 之后，整辆车的这种操控性的表现做得都非常不错。而唯独有一点缺陷的是什么呢？是前悬这个部分在我们说做反复的这样的一个转向变线的时候，它整体的这种转向精度上面来说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发飘和一些不太准的这种问题。如果这一点能够去再稍微校正一下的话呢，我们认为这台车型它在整个这个驾控的娱乐体验上面来讲，或者说乐趣上面体验，应该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型。而这也是我们测过广汽传祺的车型之后，接下来我认为的这个车整体的这个车型的底盘啊，包括像我们说现在悬架这里边的舒适以及运动方面的这种平衡点找的比较准的第二台车。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打算升级场地，然后来看一下该车在极限状态下它的这个麋鹿变线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麋鹿测试第一次，第一次测试当中进一步的确认了这个车型在转向当中是有一定轻微的虚位的啊，这些转向的这个幅度呢大概是在半圈过了以后，半圈过一点大概是在5点钟左右的位置吧，5点钟左右的位置。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一次。麋鹿变线第二次，我们将车速放快一点，73公里左右。
整车的悬架呢，在中段的压缩当中的话呢，在麋鹿变线测试当中已经突破了它的压缩极限，偏向于向中后段压缩。而这个时候呢，车尾部和整个车身在侧方压的时候啊，整体的保持上面表现的还是不错。而且这个车型目前我所遇到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于我们说转过了半圈，再回半圈之后，这个时候整体的这种转向的这种质感啊，它会有所丢失。所以从这点上去讲的话呢，还是转向的问题。整车的这种底子包括整个悬架这边的支撑上面来讲的话，还是蛮让我惊喜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尝试让车速提高一点，再来看一下。长安第二代逸动麋鹿变线测试第三次，我们首次将这个车辆的车速推到了接近77公里每小时，然后进行这个麋鹿变线啊。整车的这种悬架呢，也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说回弹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压到底的时候呢，会往上轻微回弹一下，然后回弹的力量不足又会再往下压。所以这个车辆我们建议大家在左臂的时候啊，尽量不要高于77公里的这个车速。同时在我们所测试过的轿车馆的车型当中的话，那这个车型在我们以往所测试过的这种轿车的车型序列当中做的也算是不错的，在家用的舒适以及我们说运动上面的这种运动特性上，兼顾的平衡点做得非常不错。那随着车速变快了之后呢，整体车辆在转向方面的这种失准呢也是越加频繁了一些，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能够请主机厂能够更好的去把整个转向管柱这边回馈，包括转向角度这边的精准以及回馈的力矩上面能够再做更进一步的细微的一些调教，相信这台车型还是有很不错的一个底子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车外画面部分的表现。OK， 那么就在刚才呢，我们带着今天的第二代长安的逸动呢，已经完成了有关于它的60公里车速下以及60公里以上的麋鹿变线测试。测试呢一共分三次，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尝试将车辆呢定在60公里每小时，然后呢进桩。整体的表现当中，其实让我感觉到了这个车的整体的悬架这边的支撑啊，还有很大的余量，能够让我去有一个更快的车速去完成我们今天测试。那整体在我们的这个避让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个车辆在做避让的一瞬间，再回过来到我们说现在正常的一个行车这种轨迹线上的时候啊，这个车型整体的转向系统在方向盘转过半圈多一点，大概是在5点钟左右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它就会有一些失准的问题。那么之后的话呢，我们将整个车辆这边呢，分别将速度提升到了我们说现在的这个60多公里，以及我们说的接近77公里的这样一个车速。那在这两次测试当中呢，我们逐步发现了这个车型本身悬架这边支撑的一个极限，也就是在80公里左右。如果再往上高的话呢，那这个车型的话应该会有一些失控的问题出来，主要原因是因为整体的悬架在过了中段以及后段的支撑之后呢，再没有力量再往上回弹了。所以说它的这种节奏呢，也没有办法去辅助你现在的驾驶人在超过这样80公里的车速下去完成麋鹿变线测试，一定会有一些失控的问题出来。那在整体的这个 ESP 的体验当中呢，包含了咱们说的绕桩以及麋鹿变线，对吧？整体的这个车型的这种 ESP 的干预啊，和其他车型不太一样。它的车型有点类似于像是我们说接近 SUV 这种调教，后轮这边的干预其实并不是很大，这个车型整个后轮的循迹性能做得非常好，而前悬部分的干预呢相对会有一些，油门这边的管控呢也不是非常严格，它允许你踩进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油门能够让你去轻松绕桩。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唯一的遗憾就在转向系统上，我们建议主机厂能够将整个这套转向系统再做一些精密程度上面一些优化，再做一些精致上面的一些优化，我觉得这个车型应该就算是在目前现有动力的情况下能够有的第二个有关于这个车型去优化的点，应该就能有更强更好的一些这种品质展现给大家。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车型转弯半径的测试。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关于该车在转弯半径当中的表现。首先我们将车辆打开，在它的这个中控的这个主界面上面来说的话，它有一个按键可以直接性看到整个车辆旁侧部分的盲区影像，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也是完全方便了我们去看到整个路沿石旁边的状态，这个对于顺向停车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有一个不小的帮助。而且影像部分的这个延迟做的是比较小的，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而且清晰度也做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车辆往前走一点，
哎，我们可以看到上市。OK， 我们现在呢将车辆贴近路边的这个白线，你可以看到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整体的这个画面做得非常好，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这个真的是很方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车辆呢离合半联动，然后至完全放开，我们来看一看整体车辆的这个怠速蠕动。怠速蠕动方面的话呢，在上坡路段下它能够维持7公里每小时的怠速，这个做得很好。我们现在将方向打满，然后来看一下到第三条车道了啊，看见没，到第三条车道的白线侧的位置，白线侧的位置啊，白线侧的位置，哎，然后我们现在呢将车辆拉正，这个时候整个车辆在回正了之后呢，其实实际上它就用了三条车道就完成了这个我们说正常的一个转弯掉头。那么我们现在呢再往前走，就维持车辆现在当前的这个正常行驶轨迹，我们不动它，然后呢我们来看看整个车辆在前方这边整体的这个盲区这边的整体的表现。 OK， 我们现在转向，可以看到的是难能可贵的一点啊，负责盲区转向的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我们说这个盲区监控的这个部分，居然还有一些辅助，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看到我的右前叶子板这一侧的位置，就这一点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辆的车外部分画面。那么在车外画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咱们拿到的这台车型的配置当中其实还是缺乏了一些配置，主要是在前部这边的雷达感应以及前部的这边的整体的这个摄像头的支持。但是好处之一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车辆旁侧这边的盲区的这个摄像头呢，多多少少还能弥补到这一点。君志你跟我来，我们在车辆盲区这边整体的这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一点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给你们看一下。它是你先坐到车里面，它是随着这个车门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你的车门闭合了之后，其实它是这样的一个姿态。而在我人所站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路缘石的后面，你们现在能够看到我吧，整体的这种状态其实实际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的。但是前部这边的话呢，我现在可以理解这台车型你可以没有前部这边的这个影像，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建议说你没有影像的同时至少给雷达支持，还能够结合我们说现在旁边的这一侧的这个影像啊，多少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么一个实惠的配置。那么咱们再来看到接近角的部分，在整个车辆接近角的部分来讲的话，由于是轿车啊，它不太追求这个，所以它基本上能够看到的是这一侧部分啊，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其实已经能够触碰到我们现在路缘石，而上方这边部分的位置呢，如果能够再进行一定轻度的削削，我想这个就应该可以了。当然了，作为轿车来讲的话，舒适度是第一位的，所以配置上的事儿，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增配和升级。那这台车型应该会给我们日常的行驶当中带来更多的便利。而作为转弯半径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大家在刚才的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得到，一条车道、两条车道、三条车道转过来之后，正好是第三条，而且就在正中间。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呢，这个车型也算作是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非常便捷的体验吧。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项测试。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关于该车的这个静态部分的噪音测试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外部的环境噪音，准备。由于今天外面有风啊，我们可以看到外部这边的环境最低噪音为40.7分贝，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会体现出来有关于该车在内部密闭状态下整体的这边噪音表现。我们清空40.7分贝的外部噪音，准备。车内部的最低噪音为27.2分贝，所以从整个车辆在我们说隔绝外部噪音这块来讲的话，做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我们说现在的静止状态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尝试看一下整个车辆怠速这边的整体的表现。我们启动车辆，
我们现在清空之前的27.2分贝，我们来看看这车怠速状态下的整体的噪音。准备。OK， 可以看到在车内最低的怠速噪音为33.5分贝，这个距离我们说以往的这种日系车的这种噪音分贝值的标准来讲的话呢，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而且我们整个人在车内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前排部分的这个怠速噪音其实也相当低的，我们来感受一下，做得还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尝试进行该车的60、80以及100时速下的整个车辆的运行噪音表现。60公里时速最大噪音为68.7分贝，68.7分贝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80公里噪音测试。长安第二代逸动80公里时速噪音测试，我们会将车速放在5档的位置进行巡航。80公里时速下最大噪音分贝为65.6分贝。65.6分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在5档的这种车速和档位转速下啊，进行巡航，看一下100公里时速下该车的噪音表现。100公里时速下，第二代长安逸动噪音测试。100公里时速下最大噪音分贝为61.6分贝。100公里时速下61.6分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该车在噪音方面的一些这种细节体验和反馈。OK， 那么就在刚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有关于今天的这个主题测试车型长安第二代逸动的这个噪音测试啊。测试的方面呢有静态有动态，而动态的方面呢也在不同的车速不同的位置针对于该车的噪音进行了一些这种比较细致的一些体验。那么体验官呢不用说就是我旁边这哥们了，还是问一下君志。这个先从副驾驶60公里时速开始说吧。这个
60公里时速下呢，整车这个噪音的体现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轻微的风噪，胎噪并不明显。然后呢，在这个加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发动机的声浪，就是从这个防火墙蔓延进来车内的这个发动机的声浪呢，以及这个尾部排气的这个声浪呢，也属于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我在这个80公里以及100公里车速下移到这个后排的时候呢，这个风噪呢略微有些提升，然后呢胎噪呢也逐步的凸显出来。这个胎噪最大的体现呢还是在100公里的车速，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排气的这个声浪真的是让人在后排乘坐不太舒服。哎，那么咱们现在细数一下我们刚才所聊到的这几个部分呢，第一是风噪，第二是胎噪，也叫路噪，对吧？第三是整车的一些共振噪音，第四是什么呢？就是尾舱这边的共鸣，还有第五就是发动机的这个噪声。这五个层面来讲的话呢，我刚看了一下啊，然后在整体的这种驾驶环节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说这车，有关于密封性这一块，包括风噪的处理来讲的话，算得上是优秀。那路噪这一块来讲的话，也算得是不错的。基本上我们在完整的这个路测当中，没有发现说有太过于特别吵杂的这样一些路噪或者是风噪这边的一些相关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层面是哪儿呢？一个是发动机舱，前防火墙这边隔音降噪。第二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尾骨，也就是排气筒的这个消声器设计啊，在我们说抑制声音这块来讲的话呢，还是做的有一些不足。那从这点上去讲的话，肯定它会再结合我们说接下来说的第三个，也就是尾舱部分的这边的隔音，它会形成个空腔嘛。对，这个相互作用形成了共鸣和一些共振。从这一点角度上面去讲的话呢，给后排乘客带来了一些不太舒适的体验。当然，这种体验是在我们说高速巡航下。咱们日常来说的话，驾驶当中还好，一个是我们说前排这两个驾驶员的这个座位的利用率比较高，第二是我们说在日常驾驶当中后排基本都不坐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讲的话，我们认为说长安这个车型它在这个整体的隔音和降噪工程当中啊，基本上做了60%或者70%，剩下的30%或者说是40%这个部分呢，如果能够做到就是比如说80分或者90分，这就很不错了，这就很不错了。其实在我们用户端这边来讲的话，其实你像作为我们说现在的一些购车者买到了这台车之后，那这个购车者他要做什么？首先就是我们说尾舱部分的隔音降噪，对吧？这是必须要做的。其次防火墙这边的隔音降噪，这个工程可能相对要大一点，也要麻烦一些。除了这两点之外做完，我估计整车这边的整体的噪音密封性啊，包括像我们说现在的整体的噪音表现，应该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对啊，也更对得起我们说这个车型所给你给到的这么多的配置，以及我们说这个车辆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所以说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车型整体来说还真的是不错啊，整体来说真不错，有一些轻微的瑕疵需要主机厂和我们说这个店方共同努力吧，啊，然后把更好的这个产品呈现给消费者。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该车总结部分的一些这个视频。在下期节目内容当中，我们将看到有关于本期测试车型第二代长安逸动2018款的车辆整体的一个评价，欢迎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